一讲起 Marvel 啊，大家第一时间会谂起咩英雄角色呢？会系有钱又有型嘅 Iron Man 啦、啊、，I can do this all day Captain， 定还是好多口水嘅 Spider-Man 呢？如果你问我，我会答你 Deadpool， 冇人烦得过佢噶，因为佢就得翻个头都可以讲到嘢噶。呢个一比一嘅 Deadpool 头啊，系由孩之宝旗下嘅 Marvel Legends 系列推出嘅。你冇睇错啊，佢真系得个头噶咋？呢度仲写住呢个头有多达600句唔同嘅音效同埋语音啊，而且佢对光啊、声音仲会有反应添。事不宜迟啦，即刻试下佢啦！而玩之前啊，我哋要准备嘅就有4粒1.5W 嘅丝电，喺 App Store download 埋个 App， 再开机，嘿，搞掂，玩得 ！Welcome to Deadpool's head。唉，这个头真的很多东西讲的。他怎样玩就可不停地拎起他揈啊摇啊。Someone change the future! 还要倒立他。识呕添啊。这个 Deadpool 头啊更加有声音和光源感应。只要将他靠近灯光或者跟他讲嘢，他都会有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讲对白。Let's just say the blob knows what 200 odd pounds of mercenary tastes like.除了可以拎在手上玩，这个 Deadpool 头更加可以用手机 App 来进行互动游玩。不过未必每部手机都适用， Brian 我部手机就连不到了。这个头除了很搞笑很好玩之外，他连本说明书都搞鬼过人的，他还可以教我们用这个说明书接到帽给他。嗱，俾顶帽过你戴了。他不给面子。Oh, would you rather be sat on by the blob? 他是不是很盏鬼呢？他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伙伴啊。 Oh sorry, wrong language mode。 虽然这个头好像没什么特别用途，不过如果你是 Deadpool 的大黑 fans， 绝对值得珍藏的。Gracias por comprar la versión en español de Deadpool Head de Hasbro.